今天就是真欢喜，因为阮大妹就会安，小妹求婚来参加咱这个尾声啊，心意哎，这个交流。亲情朋友，大家好，平安吉祥，一年好运随春到，万象更新好预兆。五福临门，人安康，四季平安好运旺，虎虎现瑞。这是拢个拜年啊，一挂好话，大家袂歹，加减欣赏，加减分享。最主要是这个过年啊，过年大家用上好的日子，就是人人拢讲好话，尽量莫讲一挂有四善恶意的话，这是新年啊，不管是政治人物也好，还是其他的人，有啥物？利利口口也好，拢袂去讲咧有诶无诶，还讲讲一寡吉祥话。我着今仔日特别啊，看一寡赖群组诶好朋友咧，大家拢真敖，讲有法度人去分享啦，分享给大家。所以讲早安吉祥，祝福你今年顺顺利利。性命。上真的财富和爱永远保留，身体健康，还有平安快乐。这是咱过年的时阵呢，作者好朋友就会相互祝福，比如新春快乐，花开富贵，喜气洋洋，金玉满堂，步步高升，岁岁平安。还够幸福连连，所以像今仔大年初四的喜临门，五路财神包方聚宝啊，迎财神。我刚行过咱土地公庙，人伊这个福德公，伊就搁阿伯给啊一些的聚福，就是咱聚，就是团聚的聚，福气的福，聚福，然后。作者好朋友就讲，早安吉祥吼，祝福你今年顺顺利利，好你生财，2022年一路啦，一路，一路啦，一路发，这是我一个祝福的同学，伊，事业做了袂歹，伊讲嘛，早安吉祥。如意五路财神到你家，到恁家，这样一挂好朋友咧，就会啊，咱祝福，咱嘛祝福大家亲友，大家拢健康。不管是迎财神啊，五路财神啊，咱拢祝福大家。这是每年诶，每年拢会选一挂较好诶，其实逐句拢好话啦。你像阿拄啊讲诶。即逐句嘛好诶，我一个即马即个伫阮行爱做经理，即个李姓诶同学，伊嘛即迎春纳福，当年大年初四的迎春纳福，就是年年有余，岁岁平安。我另外即个是已经退休诶同学，伊个较早伫银行哦，后就带过国泰，后带过台东银行哦，带足个一间，我嘛带过迄间叫啥物间，我已经袂记啊。反正伊就早安啊，福喜开春，天天呐、有福报，含个健康快乐平安，这就是我定来讲。人生啦、一个朋友安尼互相，就讲福气冲天啦、健康在望。A 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，地址是李社长，恭祝大家平安快乐，健康如意。再度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2022年，大家
互你旺旺旺，谢谢。啊，你若开始讲有啥物分享的世界啊，咱伫内拢会使大家互相分享。其实手机啊，唔好看伤久，就注重健康。再度感谢，谢谢大家。以后有机会再继续。好朋友，大家好。新年今仔大年初四迎财神。看这张，这也不是中国地图，也不是台湾地图，这是我树林外乡客翠山好土地，富国神山群之美，农艺园艺林业生物科技研发团队在2022年要努力的目标。大家看到这个共同共有物使用管理决定书的位置图，这是分管的事实，分管啊，所以不是分管分治的事实，买谁讲分管分治的事实？因为这有分管，分管当时是半数以上的人数，含得兼半数以上的土地持份，哎，就使分管。另外就是讲，你啊三分之一应有部分以上，人事不计啊，人数都无爱计算。即马就讲到2022年的选举，2022年的选举，台北市的市长呢，当然，黄珊珊，阮得到的消息是讲，人家建议用无党籍来选。我的见解是，也是用台湾民众党出来选。台湾民众党出来选，咱 AP 亚东。新闻，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会继续关心报道。当然呢，阁有台湾的民主进步党，阁有一个中国党，中国党嘛要出来选。这啥物人会出现，咱会大家关心。咱先讲黄珊珊市长，伊做民意代表做了真优秀，做副市长。可圈可点，这是我简单的解说。在88年进前呢，咱树林外乡溪这个翠山好土地，是由林永港执政进前在树林外乡溪做一个第一种住宅区。在国民党的年代呢，到黄大州的年代拢 OK， 到马英九、到郝龙斌的年代就不 OK 了。所以阮就讲，咱去误解柯文哲唔对，应该是去追究，郝龙斌和马英九的中国党，因为因摕90年度，一寡资讯不正确的资讯，去予都市计划委员会，咱台湾的民，迄阵柯文哲也为了成立民众党，即马就我即马安那追根究底了。真经人讲我怪柯文哲唔对，但是我讲伊是市长啊，当然爱怪伊啊，因为市长伊签名，伊拟定机关啊，拟定机关100年开始诶做树林区外乡客都市计划，你拟定机关100年到110年，较报内政部核准啊，内政部核定机关啊，这要怪啥？业界讲怪马英九和郝龙斌。咱要共款支持迄个年代黄大州和林永港，因为林永港因当时咧做第一种住宅区的规划，也是郝龙斌个陈水扁，个为陈水扁开始讲，陈水扁过来马英九，个郝龙斌过来柯文哲，柯文哲市长伊是智商一五七，结果伊去个做这个，把第一种住宅区变更为保护区，这是阮诟病的。因为你常常久有咧讲照顾青年人，含要去社会住宅，含看这个案件来讲咧，你柯文哲是啊，郝龙斌含马英九去背书，所以为什么人来讲你比较亲中派？但是我的立场咧。反正你挂着台湾民众党，搁有一蒋渭水的这个，较早的民主先辈，
做背书，咱嘛恁尊重。啊，民主进步党咧，我是家己感觉讲，咱原始开垦人的土地咧，啊，爱关心遐个农民，这个是我的诉求。以上是咱新年新希望，啊，台湾民众党、台湾民主进步党拢会更加进步。再度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朋友，2021年土地正义的题材，大家会讲，为什么我也有特权，啊，我也无特权？其实这是误解啦，是有违规、有违法。啊，确实讲，有违规的人，现在才会违规，是不是不合时宜的法令？你欢迎就爱修法。我之前有讲过，我讲原始开垦人的土地，你政府本来就爱修法，修法兴好才会原始开垦人的主地。啊，你即马农田水利会已经改为公务机关，你执政党即马是民进党执政，较早声声句句拢为农民。但农民的土地，你就要还给农民。以简单讲个例，较早有375减租条例，啊，即马375减租条例已经废掉。啊，你即马予农民，农田水利会即个出租予农民的，租金的比例是偌济，拢爱探讨。你像疫情的情形，你有去见面无？这是做执政党的人，包括你，不管是县市长，你拢爱去关心。不管是你是民众党，还是国民党，还是民主进步党，每一个所在拢有执政。当然，人讲，李社长，你是讲民众党有执政啊？无啦，你民众党是嘛是台北市，有执政啦。哦，因为伊较早是无党籍的嘛，啊，无党籍是。偏绿嘛，亲绿嘛，即嘛变白嘛，啊白色了，啊就有市议员啊做一个化学变化，讲是乌白分明啦，哦，啊我个今仔日讲土地正义的原因，就是先为农民讲起，啊我都讲林业土地、林业土地，你政府就爱照顾这林业的业主。为什么要这样说？这些很多钱是这些林业业主所奉献、所牺牲，你政府为什么不爱照顾？这就是叫偏袒去一些财团，弱势者永远是到鬼火车。所以我常常在想起讲，朝野和解，朝野和谐，还要怎和谐？就是因为你爱真正照顾所有的百姓。我讲以前的无可官僚主，怎么世代一直变化？啊，我讲关心少年人，我关心少年人，我关心。我的乡亲，我关心我的乡亲。有时话来讲，啊，你操出来食醉食过无？身为媒体人，做30-40年的媒体，因为媒体经营真正困难。啊，当然我有附带做一寡其他的事业。较早啊，30年前，咱交7000几万的。这正在水师，阮的专业判断是讲啊，这有低种住宅区，这边的土地会使做会开发。即摆结果，马英九郝龙斌的年代，从阿用者讲，无这是砍脚断层，未使过。啊，你即摆看咱台湾的断层偌济，哦，啊，结果砍脚断层和中央地质调查所讲。已经被除名了，意思说没砍掉断层这个危机。我说过断层你是在50公尺
范围内不能建筑，难得讲五公里范围内不能建筑吗？啊，那阳明山六之六，各有这么三角断层，这是不是叫做土地不公平、不正义？哦，所以，讲很侪咧，就是来呼吁咱政府，在咱这个选举的年代咧，这么就号召讲土地正义，啊，结果咧，中央做无够，地方个都无做无够，啊，那要怪谁？怪选民嘛，选民，浮动嘛。你啊做无够，我就不爱选你；你做无够，我就不爱出来选举。你做好做歹，和我无啥关系。所以重点是呐，因为有特权的人，哦，伊会使起一大片；无特权的人，要食食啊，暗暝真艰苦。啊，大家会讲。咱 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，阮最近呢一个故事，伫2022年，拢来检视所有的县市对一个县区，确实有影照顾到咱的百姓，对一个县区，较享受照顾着财团。所以我之前有讲过啊，为啊大企业捐基金。管好的了，管好因私人的基金会，啊，私人的基金会，他附带送一寡较价值的土地，互因去开发，这拢无公平、无正义。像阮明明有这块土地，啊，这明明有计划到咯，啊，那是无含政府的啊，断刀啊，无含政府的断刀啊。结果，伊即马从阿伊当作你是弱势的弱势者，啊，你无虾米影响力，啊，从阿你迄个计划道路用一个虾米坡度陡峭，从阿你毁掉。啊，我话都有讲过啊，砍脚断层是中央调查，中央地质调查所已经正式除名。啊，你用古资料来欺骗。都市计划委员专案小组，都市计划委员都伊要交替嘛，较早是郝龙斌的都市计划委员聘的，就要交替，伊嘛是安那，反正你是政府机关所提供的资料嘛，我就爱当作真的，你信，信嘛信了，趣味的代志是，本来第一种住宅区哦。你若讲第一种住宅区坡度陡峭，啊，较早林荣港时代遐个官员，大家毋是拢爱借财，啊，你讲无啦，法律的法律追诉权已经过啊，法律追诉权已经过啊，而且这是足矛盾的所在啦。你政府本来是要永续经营，然后对人民有利的，你就爱有利的法令来做。含你对人不人民不利诶，你都爱修改修改法令，就是福国利民，这是我一直强调。所以最近我学到黄珊珊的原因是安尼，伊法律嘿，他不图利，他不图利哦。但伊是咧查囡仔，我讲阮小妹刚离出，因有因诶新诶思维，咱讲徐小青，徐小青。这个孩子口条真好，和高嘉瑜同样，讲口条真好。我认为别明日之星啦，我认为明日之星。你像较早，苏贞昌的年代，和谢长廷的年代，你看伊些少年，啊，你也唔知伊的少年，你得看五六天的节目。五六天的节目较早真的形容咱台湾这个缩影哦，你好啊去看，啊，五六天的节目。我已经一规划讲，由因专人去负责来做一个专用频道。啊，这个专用频道，恁爱先订阅。啊，订阅了后咧，因为后盖一定会公开，因为我规划是会公开，所以你一定爱订阅。
订阅恁就有法度看到我昨天的节目。哦，这是以后咧，伫2022年咧，一规划五六天的节目，啊，五六天的节目是另外一批专人来负责，因为地震是李社长咧，伫树林外乡溪翠山好土地咧，这是我的责任啦，因为我本来是来推动社会住宅，啊，我就讲我人单势薄，人单势薄，啊，我就用我的声音去呼吁。呼吁咱中央政府、咱市民代表，也是市议员，拢爱关心。关心咱台北市是安怎？要起一个社会住宅，含民间要推动这么难啊！这是我特地讲到土地正义的代志。感谢大家，今仔日新春开工大年初五，祝福大家百工百业，事业旺旺旺！再度感谢，谢谢。俺地震市理事长呢，今天也就讲到这为止。俺咱2022年，拢会随时事做评论。再度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含黄珊珊，我安怎娱乐的原因，就是以后他做一个专辑。谢谢大家。庶民、平民、权贵、贵族生活杂志。食衣住行娱乐，士农工商农林渔牧系列报道 ，AAP 亚东新闻传媒群制作。